师以及各位我们的音乐家，大家晚上好。在此预告之外，我想一定要赶快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。待会校长我会请他致辞，但是我先介绍好吗？感谢集美女中黄英锦黄校长，谢谢校长，先请坐。再来呢，因为我必须让这些人很努力的去辛苦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耽搁他们太久。首先先介绍立耿桂芳议员。好，各方前请留步。再来，我们的陈彦博陈议员，好，陈议员您请留步哈、哦。再来，还有我们一个王敏生哈、哦，王敏生哈、哦，我想衣服都有设置，我不多介绍。再来，我们的简淑培哈、哦，还有包括王新怡市议员的主任李主任，包括徐宏庭哈、哦、的助理陈冠安，包括王志雅的主任陈主任，我们靠近一点好吗？能够越简短，大家对于您的印象越深，所以我想简短的问候，我们这样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一个，他每一次都是来到这里，然后全场帮忙，然后我都会忘记了，那就是李新议员的主任刘主任，因为他就像家人了，都忘掉了哦，抱歉刘主任。那好，那我想应该先从立耿桂芳议员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越简短越有力，大家越记得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桂芳姐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我们的林淑珠里长，非常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、大朋友小朋友，打给后大家晚安啊！今天晚上我要谢谢他的原因是，他争取了我们台北市文化局啊，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，他争取到这一场是一年当中48场的一场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啊，这个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音乐响宴，这些都是老师们啊，我相信他们的音乐之美，希望每一位都能够沉醉在这样的一个音乐之中，享受到每一分每一秒。这个我要特别感谢，这是文化局以前龙应台89年文化局成立的时候，我要求他说，一个音乐家为什么不能够拉小提琴，走在菜市场拉给民众听，何必要到音乐厅花那么昂贵的钱？后来他真有智慧，他就写下了“文化就在巷子里”，这个就是这个缘由的产生，从此变成一个预算的科目。我们从一年12场到24场到36场，目前是48场，不够我们民众的需求。今天晚上来到文山，尤其是我们张文礼啊，淑珠他这么有风采有文采，所以我们就继续。谢谢里长，然后各位所有的好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议员陈彦博，里长特别交代，越短越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那么就从右手边来了，淑玲哈，来，谢谢。各位我们现场的贵宾，大家好，姐祝福大家，姐顺心如意，代表李欣让大家请多，谢谢。王敏生。谢谢，我是王敏生哈，谢谢林里长。那我自己呢，从小呢，我也是乐队啦，我以前吹 Barito， 然后后来吹 Tuba， 然后之后当兵的时候我是宪兵军乐队吹苏沙，所以我知道哈，当然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响宴，所以就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来我们把握时间哈，简修回哈。谢谢，谢谢淑珠里长，还有各位好朋友，大家都已经久等了啦，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飨宴。我是简淑培，简淑培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的李道生哈。我在这边代表王新议员啊，祝大家事事顺心，天天开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代表市议员候选人徐宏庭，祝福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音乐飨宴，拜托大家给您这一个机会，谢谢您。里长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志雅的文山主任陈金浩，在这边代表王志雅祝福大家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晚会成功，谢谢。感恩，谢谢所有的议员跟我们所有的助理们，然后祝你们心想事成 ，OK， 谢谢。北市议员李新李议员，新哥，祝福大家，他说尊重大家。所以他是最简短的认识，你们就记得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他不合适再讲话。好，谢谢。
谢，我们再次欢迎罗老师跟我们的乐团们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各位，还喜欢吗？喜欢。从大家的掌声就知道你们非常喜欢我们台北市立交响乐团，或者管乐团的音乐，谢谢。